龙田武术龙狮团，2005年新加坡全国狮王争霸赛冠军。狮王一出，谁与争锋？他们所要表演的名称叫做庄中传奇。狮王就是狮王，不论是狮形、动作、弹跳功夫，都是高人一筹。尤其是狮头狮尾在庄上的飞奔、弹跳、叠罗汉等狮艺，更是让人惊叹不已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屏住气息，欣赏狮王表演吧。Thank you.
We'll be right back.